哈利路亚，大家平安。今天我要与大家分享《不怕黑夜行的瘟疫》这本诗歌集里面的诗歌。那这一本里面呢，总共有13首，好，主要是收录我从2019年一直到2021年这2年所创写的诗歌作品。好，那是这个《不怕黑夜行的瘟疫》呢，很多基督徒都知道这个是。来自诗篇第91篇的这个主题，好，那正好也是能够去很贴切的形容这几年全世界都在经历的这个新冠疫情，很多世界各地都历经了封城，然后还有医院爆满，然后医疗体系整个都就是崩溃这样，所以呢，这几年的状况能从一开始一直到。现在其实经历了很多很多哈，那这本诗歌集里面呢，前面两首其实并不是在疫情间写的哈，但是已经非常接近了，所以我也就把它列入在这个 collection 里面，这样子好 那这本诗歌集里面，大部分就是说第三首之后直到第13首，都是在疫情间甚至封城时期所创写的。那里头呢，就是很多有一些我的感受，一些我看到的事情，一些内心的一些很强烈的感觉，就化为音乐来作为记录，这样子。那纽西兰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你看从疫情刚开始，从2020年一直到2021年这2年呢，其实也不到2年期间，就奥克兰就封城，总共封了5次，挺夸张的然后最长一次封城竟然是封了3个月。那在这些期间呢，真的是非常的辛苦因为所有事情都是在线上，然后包括工作啊、小孩子上学啊这些东西。不过感谢主的是，就是在教学，就是在写乐曲、诗歌创作，都是可以持续很连贯，不会被这些通勤时间、接送小孩子上下学的这些全部都是打断这样子。所以在写作方面呢，其实是。也是一个恩典啊，我认为，然后好，那我们就来介绍这一首这个蛮有威容的神。那蛮有威容的神呢，是2019年的作品。那一年大概7、8月的时候呢，我生了一场重病。那在这个重病呢，其实医生诊断是链球菌感染。那我肺部非常的不舒服，然后一直咳嗽咳血，然后吃药都不会，就是没有什么好转，再加上又自己发烧。那段日子呢，就是身体都很软趴趴，什么事都不能做。那在有一回我睡觉的时候，就梦到我走进天国。那这个走进天国的时候，我就看到我的外婆。我的外婆呢，她看到我非常的开心，就把我带到一个大圆桌。这个大圆桌里呢，坐的有几位已经过世的长老。那我看到他们是很开心，然后就跟他们聊我的近况。那我感受到这里面的人呢都很开心，然后天国很漂亮，然后大家都很健康。我的外婆呢会跑会跳，真的是 incredible 这样子然后我是舍不得走，但是外婆就说你得回去了。然后我其实不想走，但外婆就给我一锅，里面有白白圆圆甜甜的，像有点像米饭这个东西，叫我品尝试试看。那我第一个感觉就是它好像是玛瑙。感觉啦，那我吃完之后，哇，很舒服，然后我就醒过来了。那醒过来之后呢，甜味还在，然后我的身体很奇妙，就慢慢慢慢的就好转，就真的好起来了，很感谢主。那在那段休息的期间呢，我就一直听一些 YouTube 和合唱团唱一些世界名曲，很好听。那我心想说，这些这么好听的曲子，不是拿来赞美神，真的是很可惜。那我很希望说，身体好了之后可以写一首。纪念神的这个伟大的诗歌，用这么美的意境来赞美他。我想着想着就翻到诗篇的第113篇，然后标题是"蛮有威容的神，看顾卑贱的人"。然后我第一个直觉就是，我就是那个人呢。然后神用他的大能来眷顾我，真的是很伟大。那这一篇我这样一打开呢，其实让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我后来写为副歌的这一段，就是。耶和华超乎万民之上，他的荣耀高过诸天。谁像耶和华我们的神，看天上地下的事？这样子，然后就一直重复，一直重复
所以这一首曲子呢，其实我后来写出来这个结构也挺简单的，就是 A 段，然后中间有个 B 段，然后最后再出现一次，A 段这样子。那 A 段之后，当然副歌就提升一个调子，然后扣打这样子的来结束。那我很喜欢使用这个诗篇作为写作的题材，因为这个大卫他在历经不同生命的阶段的时候，跟神的关系也都不太一样哦。那所以呢，因为他要有心理准备，我这本里面有很多都是使用诗篇的题材哦，大概就是这样子。那感谢神呢，我这一首就先介绍到这边。那有关这一首单曲单谱的资料、购买资料跟这一本的购买资料，我会贴在下方给大家参考。那就先这样子喽，大家平安再见。相信